好，学会这八个动作，再胖的人都能瘦下来。第一个，双手合十举过头顶，带动胯部。第二个动作，双手张开，一上一下，抓瘦腰腹两侧赘肉。第三个动作，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改善肩宽肉厚。第四个动作，中摆锤动作，手臂一上一下，抓瘦我们的腹乳和瘦肚子。第五个动作，手臂向前一上一下摆动，瘦掉我们的粗手臂。第六个动作，双手叉腰向前摆动，七天就可以练出迷人的锁骨。第七个动作，卷腹紧致肚子，告别大肚腩。看到这里了，赶紧点个关注吧。第八个动作，高抬腿，抬膝落臂，抱瘦全身。您学会了吗？学会的收藏起来。